更有张爱颖电影主题曲全球首唱。画不出你的。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一位呢，也是我们成都人的骄傲，让我们把最热的掌声送给今天非常美丽的张亮耶。一生唱不完的歌。
先请我们成都的骄傲用成都话跟大家先问候一下。我想说成都，我好久都没回来了，然后很高兴，谢谢。今天呢是四年后，然后再度的来演唱这个《画皮》的主题曲《画心》，然后今天用了这么漂亮的一袭长裙，很少张亮你会穿这样风格的衣服吧？我觉得今天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然后我首先非常感谢《画皮二》仍然把主题曲交给我唱，我特别特别的开心。然后再一次演唱《画心》呢，对我来说算是一个挑战，因为要重新改编。我想大家对画心都这么熟悉，所以对我来说压力也蛮大的。对于你来说压力蛮大，特别是回到成都来唱，然后有这么多自己的父老乡亲看着，但是会觉得特别的温暖跟亲切。对，真的会是这样，因为去年演唱会也在这里。没错，所以四年之后不同的剧情，然后来演唱不同的歌曲。之前来演唱这首新歌的时候，新歌的名字叫还是叫画心，还是叫画心二。那当时这个不一样的，但是呢，有没有之前有没有看到我们这个画皮二的一些，像我们今天现场看的这些片段，然后再重新去演绎这首歌曲？其实我是听少奇老师跟我讲故事的架构，我当时我甚至会觉得画皮二的剧情发展内容那种感情会更适合画心这一首歌，因为当中有太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就像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大家到底是觉得内心重要还是皮囊重要，这是一个很多人都会去思考但是好像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的问题。如果是让你选择的话，你觉得是皮囊重要还是内心重要？其实都想要。都想要，又要帅气的外表，还要有一颗真挚的心。我会觉得可能我是一个相处久了慢慢会觉得内心更重要。你可能第一时间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发现很多内心的东西，所以人第一时间肯定都是外貌协会的。没错，所以今天特别的开心，然后呢可以这个亮颖回到自己的家乡成都，为大家来带来了这首重新改编的这个画心。大家再次把掌声还有尖叫声送给张亮颖好不好？谢谢。那谢谢我们的亮颖，谢谢，欢迎你常回来。谢谢。